啊，这是我第二喜欢的系列赛啦，好不好？这盘啊，可好看了。好了，我们事不宜迟的直接进到比赛主题。我打这个伊耿四啊，基本上他任我宰割啦，他怎么跟我打？他没办法吃兵啊。经济的滚动会更加快速。哦，这边的火龙战有点危险。这一个是把全部人干掉，我记得。虽然说拿到火龙，但是倒了下来的是启奇，在后方的 Gage 还没有上到四的黑色中的一刃杀，在后方阿亮也没有换到 Neo， 是倒下来了。四换一 GG， 这盘怎么打？投一投吧，没意思啊。这盘投一投吧，实在没意思啊。这边集选是。这提密玩的太好了，哇！这提密把这波兵卡下来玩的太好了，差点这把就狙了，还好他把卡下来。毕竟有提密啊，有吃到龙。所以其实也没什么输啦，有点伤啊。这个还在皮，哇！金瑞克这个操作，各位看到没有？我的操作二连挑，太秀了！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毫无僵直的接技，带子太神了吧！不过瑞克 2.7k 的经济啊，各位看到没有？稳扎稳打，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，买一把破阵，现在建一个扁一个。这边啊，这瑞克就是中下跑啊，你们懂吗？给中路压力，这个压力要做给他们。哇，你们看到这个瑞克，暴打一顿，哇，直接单杀，太秀了。蹲在这个草里面啊，相当完美，各位。这个就是这种搬你一个大失误，怎么会从这边挤嘞？这个没有队友啊，队友两个在上路，所以他从这边挤啊，遇到人都是要死啊。他只能绕路啊，他走这条路欠揍了。这个哦，黄城寨很秀哎，你们看哦，黄城秒解，有看到？秒解，有看到吗？他这个标打过来，直接清醒，没动半秒，看到没有？当然说是跳得很好，是这边。秒解，哇，那这个清醒是非常秀啊！反向的抓到了这个，这边其实这个进场才两个人，也是超秀，进得很漂亮，这个跳的点位很漂亮。蓝 buff 重生的时间点，你有的血量很，虽然没打死，不过这个瑞克来了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知道吗？但是逃脱逃走了，反而是后续可以再拉大，直接秒了两个人。从这边切入的这个阿亮成功带走人头 ，Wins 也交出了瞬移，然后投这个蓝阿亮身上，奇奇反打了，这个飞还在皮，这个飞还在皮，有看到？这边后方宇宙能够完美接近，好像没办法被两段交。可拿着防守反击再带走，这边提米失误了，没给我复活啊！这不应该，这不应该，这个没有给我复到齁。我跟你讲，照平常来讲，这个头直接敲下去了。不过这时候是比赛，那肯定是没关系的哈，没复活没关系，没关系。CD， 哇，好像了，复了，哦，没事没事。当时说了什么，到现在依稀记得，各位，复一个，干你娘嘞！他给我富起来哈！我跟你讲，这波赚到飞上天空，一个人都暴走战机。那不过啊，问题也不大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被削荡到，他如果给我复活，哎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各位。对，我觉得阿亮的进场进得好漂亮啊！还好，其实还好了。那是确实是还行啊，施主客套，施主客套啊。那把上路这个龙放掉，然后吃深渊客的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这个操作是没有问题。这波营运的是相当的不错。已经露头了，对，就在吃。哇，怎么想？有人想到隐身在这里的，看到没有？他们上来抓我，我从这边绕了一圈跑过来，然后嘞蹲进这个草，靠腰，太秀，太离谱了。而且在上半，我跟你讲啦，想三辈子想不到有人蹲在里面呐，太离谱了啦。对，就在吃那个，一个蹲三个，一个蹲四个，开扁。你有两段四条被挑到了，而且直接带走。秒杀。好高哦！虽然说阿亮可能自己会牺牲，但是 Gage 在旁边有荣耀护卫，这荣耀护卫好像看的有点稍早了。不会，这边倒下来了，死掉是。那我想很可惜，不过问题其实不大，问题不大。一个换两个，那这边他们守不住了啦，一个换两个没有问题啊，破两坐高地，珠宝有没有说法？这么凶吗？要撤退？那可惜珠宝没说法。这瑞克9.5k 啊，特尔10.7k 啊，我想这把保特尔就赢了，特尔射三下他们全死，没有人扛得住三箭，三箭就飞。看到了吗，各位？我这瑞克的操作，我做了什么？荣耀护卫也已经开起来，看到了没？大一闪直接剁两个 C 位。我一个大一闪直接一刀咬两个死，倒下来，哇，太香了，开了进来，成功带走两个人，直接没有问题。雨中该怎么办？小兵已经进来了，直接点主导就可以结束比赛，恭喜 TXO 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我跟你讲，我这瑞克吼跟鬼一样，这 Keeper 我看一下给谁。我能够发挥的太好，瑞克打了30%伤害啊！你敢信？瑞克打30%，堂堂一个刺客打30%，相当离谱啊，各位。前面还在提米哦，
提米确实是玩的不错，但是呢，瑞克玩的更好，瑞克十分的离谱，怎么没给瑞克嘞？这谁给的？这谁给的？我现在忙密他，在想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每一盘都很精彩，第二盘也是相当精彩。这个龙有没有得到？偷一个龙，吃掉这个摩隆克德，但是哇，实在是不应该啊，没投到。奇奇也是上墙，但是雷文的踩了下去，反而是前方的 Gage 没有上到资等，被全部人包夹。这边这个鱼人就是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局面啊，跟鱼人没有关联。这个局面就是怎么样？直接奎伦偷一个龙，偷到没偷到算，好不好？大家快跑！这边过来呢，就是多了。因为这个团战不可能打得过，没有得打，人家超人已经先跑线了。这个凯撒路这一波打输了，有没有？他跑线，那这就是五打四，而且光是这个阵容啊，四挑四都不会赢。是往前做进攻的是海牛，抓到的是班。哇，连大都不给开，太狠了！哇，这个太狠了，这个阶级太狠了。来说要去守这个塔，因为兵线他这个死啊，其实他这个视野其实踩的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还不算是说很大的失误。我看他到底是怎么样让他死的啊？真的有在打。是往前做进攻，踩到也没拉，然后嘞，他被这个一转之后有没有刚好戳在打在这个飞猎这个厨师上面，努米亚这个球再过来哦，太狠了太狠了，这个不算是Benny的失误，我只能说运气很糟，运气很糟。用的是海牛，抓到的是班尼，这边神之把都下来了，直接让Hansel收到一个人头。这个接技啊，哎呀，洗一下地板，地板脏脏，地板脏脏的。这个不小心按到。没有，刚刚地板很脏，我刚刚那个地板很滑、啊，不洗的话会滑倒，所以洗一下地板。惨哦，因为宇宙已经开启了这个超人再临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波啊最大的失误就是这个星星，这马洛斯啊，他跳这个点位啊，星星要拆塔，星星走到这个位置哈，问题很大，问题很大。他想要打输出，我跟你讲千万不行，他这个地方只要把这个塔拆了，我们完蛋。结果他不拆塔，他跑出来打输出，被推到，然后被踩一个。该怎么守这个外塔？外塔已经掉了，奇尔开刷，导致我们这一波啊太赚了。这波又多守了好多下。奇奇没有带走人头，但是自己也倒了下。四打五守这个中塔有没有？逆风就是要换头啊，换几颗算几颗，太歇了，歇。一条龙接一条龙带，刚输4000，现在输到5000了，接近6000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继续弄。怎么那么鬼？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他们会输啊，就是在这一波关键点位上面不吃凯撒，跑来抓这个卡芬尼，有没有？比较好的草丛，反正野区全部都被入侵。开个大招推了之后，被凌波微步全部躲开，没有办法推到。但是奇尔想要进场，反而被扫大反杀，成功拿到人头，没有大招可以刷，堪称完美。这个 play 堪称完美啊，各位，堪称完美。本来要吃凯撒的局哦，没有吃，结果这一个死哦，这个魔龙被我们呐、纳入口袋啊。刚才那一波就是Neo想要二技能上来刷我大，但是呢，被我一个凌波微步啊给晃掉了。媒体拿到了奇奇的人头，神之法杖开了下来，哇，这边是海牛，这个蹲，这个哦，就是怎么样啊？他们知道要开凯撒，他们现在啊，这个人多，五个打四个，这个会死啊。两个点，第一个点运气不好，这古龙啊往这个地方走，运气不好，星星想要吃这古龙，然后他自以为已经白眼，他白眼摆左偏左边一点，如果他偏右边一点就照到了啊，偏左边一点没办法照不到。那我跟你讲，第二个问题出在哪边？谁给我在开这古龙，然后打一打不吃的，就是你，就是 Wins 给我开这古龙，然后嘞把麻烦丢给别人，又被弹幕给留下来，然后结果嘞，哇哇哇啊，这古龙怎么？哎啊，古龙怎么了？这边靠北里面有人啊，头痛头痛，开了下来，哇，这边是海牛单杀掉了，在这那是十分的难受啊，还被断大，哎呦，绝对是可以打的，再击杀掉了一个位置，要双龙护体了吗？宇宙对他的威胁性好像蛮高，刚刚一个雷射眼好像把他啊，可惜这个大可惜，这个大好开的好，这就是一个尝试大招，虽然没推到东西，但是很可惜，推到他们要死的。阿亮在前方不断的制造伤害，神之法杖也开了起来，成功先带走班尼的人头，雷魔阵跳了下来，跳在自己的中路的二塔下面哦，你看。这个团战啊，是一个大获全胜的团战。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超人跑过来了，不然他们这边的人全部都得死。来，今天卢米亚，照理来讲会在这个炮城，你看我们这个压塔有没有？不断的制造伤害。所以卢米亚应该会在这个位置，应该会在这个位置哦，他不会退到这么后面去，因为他知道超人，他意识到超人来了。假设卢米亚今天站在这个位置，超人呢会从这边推吗？不会，各位我跟你讲不会，他会在绕，他会一直绕绕绕绕，从你看小地图这边，他会绕这边，然后从这边。没了，今天就看不到我讲解这场比赛了，因为这个一点都不精彩，真是脑包。看的节奏，然后这边还要再扛吗？狙杀！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东西有没有？你们再看一下这个操作。还要再扛吗？狙杀！当时啊，被剪成 highlight， 我还记得。哇，班尼星星神配合，
古墓推去撞狙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一定是赛道的，好不好？不可能。你跟我说班尼这把年纪能够反应到那个狙击往那个位置打，然后把他推过去撞到，你妈不要唬我！不要讲他这把年纪了，你看再年轻的吼，有没有可能做到这种事情？不可能的、啊。这是怎么样？眼睛比子弹快，你能躲一块子弹吗？怎么样？就那子弹打，呼，这样子躲子弹。不要唬我了，好不好啊？没有说这波操作打得不好，但是就是赛道，不要说这是什么早就算好了推去撞那个狙啊，我们这一码归一码，好吗？联盟开起来了，主动寻求开战机会。天佐的状态很差哦，这边的话，我跟你们讲啊，马洛斯跟奎伦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队友到底在什么地方。这个马洛斯怎么样？一个跳进三个里面。这奎伦怎么样？一个钻进四个里面。这两个人哦，同时之间做出同时的错误决定，还好两个人都做一样的失误。天佐的状态很差哦，这边的话呢，对不对？后方的班，那马洛斯直接死了、啊。但是位置的显然不太健康。前方的起击是先被击杀掉了，但是后方的这边位置，然后古墓又来了，你看这古墓又来了。起来，阿亮在前方不断的做出。哦，这时候我跟你讲，这一刻我都记得。你看马洛斯他有个复活甲，对不对？哦、我们李俊奇起来嘞，没了，人直接没了嘛。还好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一波我一定记得。这一波就是怎么样？我先讲，你们再看画面好不好？奇尔顺进来想开我大，我直接四节弓一发敲在他的脑门上，雨中给推死了。有机会做一换一吗？看到我这个四节弓没有，各位？把灯也开了起来。你有岩心倒下来，但是还有涅槃之刃。这个时候要看的是在十分完美这个卡芬尼又拯救了一次苍生，然后复活甲起来顶了一下，被雨中给推死了。为什么复活甲起来可以这么多血、啊？为什么复活甲起来可以有这么多血啊？作弊！等一下，这是作弊，我抓到了，我跟官方举报，这是作弊。他偷开外挂，复活甲起来有八成血量。他开外挂，各位，你各位，他开外挂，复活甲怎么会有八成血量？哎、欸，你各位啊，这是不是 bug 啊？有没有人讲一个客观的、啊？我觉得这好像是 bug 哎、欸。